不用有压力啊，很久没有办戏了。他们有跟我说可以不用哭的，觉得太感人了，我没有办法哭不哭。来冠霖哥神救援。好，安妮不能再打脸。我有看到，我有看到。对啊，冠霖哥超爱哭，快点，当然眼泪已干了。而且未来本周是我的牵挂。很强烈的啜泣声，我被你哭醒。认真了，真的，我本来已经睡得很熟。两个气质，因为当然必须的，当然必须的。好会说话。对，有声有啊，有，谢谢大家。谢谢，不用有压力了。好胖哦，很久没有办戏了。母女阿你来找我，一定有言有义，我相信一定啊，一定做上好的安排，我相信。好，小燕50张的拿走，好，5、4、3、2。好看，好来，看这个。难怪你最爱哭了。对对。要为金将军去，别。之前，我是姚慧。我太太上戏。我立誓也望，就是希望会当阁见你一面。想袂到，咱还阁有这个机会，会当讲着话。好，干，好，直接来了。安娇，安娇，先借我一下你就好了。对啊，好，安妮，不能再打脸。就是希望阁会当阁见你一面。想袂到，咱还阁有这个机会，会当讲着话。Go. 好看。反的吧。燕姐，是不是距离有点时间了？去年7月22号是最后一场戏，到现在已经大半年去了。今天这一回来就这么情绪这么重的戏，对对对。他们有跟我说可以不用哭的，但是后来看了冠霖哥那边的戏，觉得太感人了，我没有办法哭。不哭，然后当导演有特别希望有那种感人肺腑的剧情，就忍不住哭了。所以算是自己加码了这一段，对不对？毕竟也是一个生离死别的夫妻嘛，对不对？这辈子再也不会再见面了。因为我跟冠霖哥演了很久的夫妻了，就是冠霖哥神救援，看了他的影片我就哭了，冠霖哥超爱哭的。第一次在一家团圆对到戏，我进来一家团圆的时候有一个小小记者会，我有看到，我有看到。对啊，进来我特别想跟哪个女导对戏，我说你啊，男生很想跟李艳演一下。我放话，李艳回来。对对，如果说有机会的话，也蛮想的。带你哦，我也希望你回来哦。我有看到你跟孙总的那个记者会，对，我觉得算是这部戏圆了我最后一个不遗憾的事情。好，谢谢。小燕是非常气质一位女演员，当然必须的。我想可能跟她副业也非常有关系。是的，是的。对，然后想说啊，那我就蛮想跟她对到戏的，哎，成功。你好，你好，我跟你讲，我也要看哟，用手包看。快点哦，导演眼泪已干哦，挤不出来哦。我知道。这个。3、2，别哭。我对你的爱，是希望你会当甲较早同款，
的时阵呢，遐尔幸福快乐，你是一直在思念我。不过真正足困难，到即摆阁无法度相信到你已经离开我。我嘛是自己，我家己无甲你照顾好，我感觉真正足危险。但是你无法度放下你心内这份遗憾，那这份遗憾会变作是我的牵挂，你的爱。变作是我的负担，我希望看到的是一个幸福的你，因为我以后永远无机会去跟你讲话啊。志成，我讲的话。你有听到无？我有听到。刚拍我哭的时候，他在旁边啊，没有他。可是你知道，我完全感受到，我被你哭醒，认真，真的，我本来已经睡得很熟了，真抱歉。然后我听到一个就是很强烈的啜泣声，然后我就醒过来，然后我就怎么会离我这么近？才知道你出来拍那个地板嘛。嗯，我觉得真正的感情，荧光幕前面啊，你都可以感受得到，更何况我在现场。好会说话哦，真的，认真，真太会说话。我希望之后真的有某个戏剧能够好好的。很高兴这部戏真的能够最后真的遇到了，最后能够团圆。